我需要询问凳子下场。哦，凳子来了，凳子来了，轮到我们了。哦，哎，这种卡车视角上面看着还不错，感觉像某手游一样。嗯，某手游，某手游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有点像某手游一样的感觉。好了，第二局我决定，我前面有一个坑啊，不要掉下去。我看到我是第一次就怎么掉下去的。哇，四个人都在这里，这天上有一个，有个凳子，你看天上。对，天上的眼王吗？天上有卡车，我们就要把它给炸了啊！对对对，把天上卡给炸了。换车。哎，居然上不去。我们都把天上卡车给炸了，他们要移下来，他们要开下来撞我们。哎，没子弹了。我是就这样。他们什么时候下来啊？哦，看到他们在那边蠢蠢欲动。卡车下不去，这是为什么？蠢蠢欲动。因为我没开下去啊。哎，谁掉下去了？哦，拉着后面的后背就下去了，行了。哦，来了。哎呦，来了。哇！哇！哎呦！哇！吓我一跳！下去了，吓我一跳！快啊！哇塞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还差两个，卡车竟然还能开！哎，我还有一个翻下来的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呀！我推推。哎，还好。我好像看人了。还有人呢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看我预判。还有一个预判啊！哎，我去，我去！哎呦！把他俩给炸了！哎呦，这个劫狱！哎，炸！哎，打偏了！哎，别我去，我去！I can fly， 还没出手呢。哎，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可以真的可以配这个 BGM， 后期来自后期无的叫唤。Emily， 我还没出手呢。Emily， 我还没出手。Emily， 哎，这个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。我猜出来，哎，凳子老板编这首歌的人啊，一定唱过了《天堂》。我看到那首歌，我有好几个人翻唱了，三男两女。我们整体实力好强，这个卡车应该怎么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先把双枪甩下去。我也你怎么跟我一样的战术呀？邓子怎么率先下去了呢？哎，算了，我也下去了。下冲！啥呀？哇哇哇！我直接掉哦 ，shit， 炸了！哎呦，我退回了小子。加油！下去了，没死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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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输的把人带去了，哎，漂亮！哎呀！完了！不要输的这么惨，好不好？我感觉像天降正义一样的感觉。天降正义！天降正义！啊，不是啊，摔下来一个人是为什么？这。无数次伤我们赢了，哇塞 finally 终于赢了一把了。不是他下去了我也打不到啊，不跳下去拿拖时间就赢了呀。现在留给我们的回合五了，转眼已经，我感觉前面几个回合都没怎么认真打。加一，第一局第一局不小心从缝隙边掉下去，第二局不小心从后面缝隙掉下去，第三局不小心又掉了下去，然后第四局还没开起来就被子弹炸了，把尾巴先甩到一半爆炸。我操掉下去了！导演前面有车掉下来了，有车掉下来了，背头下方救命！能回来吗？能回来再甩两颗蛋。我死你们！去，吹吹！哎呦，哎，我想躲的为什么没有躲过去啊？这疼吗？哦，还有人来了，预判！这预判居然没打中，哇！哎，炸了！炸了！打到开关箱也算呐！哇，这种感觉就像这个。
战地玩家打飞机，打你一样的感觉。上面还有谁？放马过来吧，上来放车，放车过来吧，放车下来吧。哎，我感觉我们这局有机会。真的五五精了，真的五五玩这个东西玩精了。这能不能爬过去啊？我玩精了，吃惊。哎，那个卡车蛮好，不要炸的，我们能开上去对吗？你要能跨过去啊？啊，这个后面卡车已经烂了呀，那卡车已经烂了。这个已经烂了。五五，你干嘛呀？哎呦，好差点掉下去！我去，前面后面有一个缝。20 minutes later， 你知不知道我那个什么了？我卡着了，我车堆了一堆了，我靠，我上不去了，自杀了，哎，又自杀了，冲过来了，不是，哎，你看我都我还没射呢就赢了，哎，我跑过来了，自杀两回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自杀。十分感谢这次远远的配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小吴，我们开后面的车顶前面的车掉下去。顶不过了，我们已经顶过了。其实我刚才已经试过这个方法了，并没有什么软用，推都推不动。对啊，他们已经顶过了，纹丝不动。哎，我过都过不去。哇！哈哈哈哈！别退！他也开不起来啊！开起来了。好，你看这么硬，怎么撞过去？是谁炸的呀？哎呦，天哪！这队友差点把我给撞下来了。掉下去了呢？炸呀！哎呦，你这脚法可以啊！啊！我和你呀，这人都看不到这个人。完了，他们有集装箱挡着，人都看不到，全是集装箱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他们赢了。这怎么就结账了呢？哎呀，我就差一点就177了，怎么这样呢？我还升级了呢，差一点点。这个我操，嘚瑟，开始嘚瑟。其实我一直没有使出我的实力。嗯，哎，我也是，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没有使出我的实力。感觉是个假手。再开一把吧。啊！再来一次，假小五。再来一次。于是我们准备完吧。两个警察，两个警察都在我们这里。哎呦，好有机会。就是啊，我们是正义的一队。对啊，邓子跟杰瑞，你看这还一男一女。哇！和女警察，男女搭配。干活的，我没带手套，走开。哎呀，哎，小沃，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地方可以的啊，你不要那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完全没听你在说什么。哎、我们的 RPG，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过去了，这容易过去。哎呀，杰月不行，杰月在我们这边的那他们最近不就、哎、都剪光了，就比较尴尬了嘛。哎，他们没事还会刷出来。什么杰月？这里哎呀，不行啊，这边没有。嗯，完了！哇哇哇哇哇！什么？我去！哎呀我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就站在上面了呢？啊！怎么就站在上面了呢？我本来小屋看我，然后一起来就啊！我是怎么下去的？天哪！你是怎么过去的？我是怎么下去的？怎么过去的？这个难受。就从你刚刚发现的地方那边。哦，这么细的地方也可以过去啊！拜拜。天哪！不行，我已经被一次摔下去的一次。哦呦！厉害了，直接在下面打，厉害了！这是个空车。哎呀，完了！哎呦！完了，要过来了，快逃！太好，太好！我们这边有很多，我们这边已经堆了一堆尸体了，一堆车的那个残骸了。我们感觉就剩一个了，看你们的了。对啊，已经我们这个已经定了。他撞过来的话，不可能一下子撞到我们这里。有道理，我站在这个位置，他怎么撞嘛？好，还有又有一个滑下来的。我站在这个位置，他怎么撞嘛？哎，什么鬼？这是个空壳。对啊。你多给堵住呀！哎呦，完美的堵住了，完美的堵住了，哎呦！啊呜，你不要挣扎了呜！这55每次怎么都搞特别呢？要么摔死了，要么就是摔死了，要么我跟他们拼了，开下来，没事。
哎，怎么你怎么也是这么跳过去的？哎、爬过去的。哇！哎，凳子上去啊！哎呦，我竟然也爬过去了！哎，我也来！哎呦，完了，车来了，跑！就在这儿啊！就哪儿？哦呦！下去了！拜拜！哎、我不用认输了，等半分钟。讲道理，直接走出界了，他下去就出界了，对，他下去就出界了，然后我们等半分钟出界了，是的，有飞机吗？我要飞上去。有，洛杉矶有飞机的。One hour later。所以你可以选择、哎、刚那个集装箱弹飞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可以选择以轻松的方式脱身，解脱。哦，这样的，多时间他们赢。我觉得我们货车应该要冲，一起冲，不然的话后期下面全是残骸，我们撞上去。先前排推几个箱子，然后用箱子顶着。天哪，还当掩体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刚刚就是我刚这样下来的时候挡着了。
动了，我不下去了。你不下去干嘛呀？走吧，走。啥呀？这应该是最经典的一个了。哦，当心。好，脱掉。哎呦，怎么就这样子啊？脱掉，他们撞什么？哎呦，没撞到。完了，我掉下去了，我要。我这又不公平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我看到了个轮胎，我看到了。我不想下去啊，我绝望了呀！哎妈呀，不管了，他们躲在后面，他们躲在后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又是这样啊？哎呀，妈蛋！是他妈手枪，是他妈手枪，是他妈手枪。等等，停，在这停顿。在这停顿。手枪是什么鬼？怎么又是手枪啊？小兔，你这个图是不是有毒啊？小兔，小兔啊，小兔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有毒啊！为什么又是手枪啊？为什么偏偏都我们拿着手枪？因为三打四啊！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他妈！往前跑！我决定再次我来了，来了，哎呦！我跑！我掉下去了！砸他，他了！我操！别啊！下去吧你、哎、我刚才仿佛错过一些什么。哎，哎，这车都翻下来了，看他们是什么样子。这都能赢，什么能吃？哎呦，这个手枪就很尴尬了呀。这个手枪更像警察了，知道吧？更像警察了。对啊，你们两个警察都在这里。行了。好，这下真的是三打三了。对，上来了。这人在下面干嘛呢？怎么办？这边慢慢走过去。我刚才跑过去就跑出去了。好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怎么躲呀？左右闪避呀、啊。别都过来呀、啊！哎呦，别都过来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别都过来呀、啊！他们等会儿无限防弹衣的呀。是。几个情况啊？哦，还剩一个节日，哎呦，最后一个节日，我上来了。我是怎么死的呀？我下来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手枪。我是啊 ，no！ 为什么开不了车？哎，可以开啊，可以开啊。我想说不能开。那刚刚我抢他的车的时候没有抢，抢不了。下去跟他们来一场公平的较量。不下去。不用下去了，他已经掉下去了吧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在等回合结束了，赶紧跳下去。天，哎，这个GQ女性走路蛮好看的。可以了，结束。结束了？没有啊。哎呀，跳！哎呀，没跳下去。哎呦，Final 嘞！哎，对面只是两个人啊。子怡，呼叫子怡，呼叫子怡。子怡，呼叫子怡。小吴去哪了？没事啊。嗯，我一开始就掉下去了呀。要先赢400呀。对，
四圣人，这个默认的这个就是四圣人，四回合。行了，这娃子行了。还我 RPG。哇，你们都是 RPG 啊，我不服。就我也不服。你们是 RPG。我们都是手枪。就是啊。中啊！好吧，大不了一他好像来一点。哇，我突然发了几个消息出来。大不了死了，行啊！我天哪！啊，大不了冲啊！哎，爆炸了，哥！哎呀，冲啊！啊，冲什么呀？哎呀，大不了撸一盘嘛！不许这跳跳车跳车！哎呀，哎呀！哦，这下他们要赢了，这局他们赢了。那别人赢了呀，他们开 RPG 啊，妈蛋！是不是我们人数比较多啊？是啊，我也觉得他应该人数多的时候，人数多也方便点手枪。对，我也说是对。这是个 bug， 我举报。哎呀，我要举报。啊，话说我们现在六个人的话就可以平衡了呀。咖啡。我要举报这个制作人。对，我要举报这个制作人。哪个制作人？拉出来就是。拉出来斩了。就来枪毙5分钟，通话2小时。你是选择了吗？